态真的越来越 international， 连韩国超人气的李多惠也加入哦。只是不知道人气女神林湘会不会倍感压力。我其实觉得不会，而且我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就有追踪她，就知道她是那种啦啦队，韩国啦啦队的天花板。那我也蛮期待可以跟她当同事，可以学习她的舞蹈神经的。对，那你觉得你赢过她的地方在哪？中文比较好吧？对，中文。心情上那时候跟团员拥抱啊，对啊，那时候是不是也很舍不得球员就是输？对，其实我还蛮吓到，我会因为感动跟不舍而落泪，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在球场上就是撒下我感动泪水，有点紧张啊，泪水。林湘真的是正能量代表，就算当面被记者吐槽，他也没记仇。哎，你很好笑。你刚刚说周围好像也没。他刚刚好像在网上聊天一样，然后突然间手跟人家打起来，开始乱说。你好笑哎。对呀、啊。突然变。那我们骂完了耶。那我们聊完了耶。对，我们当。那我们先换地啊。就是你比较好笑，你好聊哎，那你他跟他对啊，那我聊完了吗？